第五回合，而家剩翻你两个喺度。今晚喺 band 里边嘅奖金总共系27,000个 TR。我哋嚟紧呢个回合系90秒，但系喺 band 里面嘅奖金会系 double 嚟计算，然后加落去总金额，成为今晚嘅最后金额嘅。我哋会由上一个回合 strongest 先开始，即系由100 MB 开始。Let's play the week thing。Start the clock。被将军号学线康城站在7月26日启用啦，咁头班车是由几点钟开出噶？就5:57。01将喺爱康健体牙医洗一次牙嘅费用系总共有几多？剩下100 MB 嘅舞团而家5.4嘅版本系叫做乜嘢名？正确。一喺4月14日喺家中唔饮生埃水嘅石仔系几多岁？正确喺100 MB 将军澳线康城站今日7月26日启用，咁头班车系由边一个站去开出？正确答案康城站01喺陈奕迅所唱嘅700年后一歌里边送你破黑胶下一句系乜嘢？廉价发出歌声依稀，在100 MB 由海明威同名义合唱的《我的回忆不是我》里面一歌里面，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的下一句是什么？我答案是今晚上天天上是风的清净。好了，你们 band 里面始终有3500个 TR， 我们会将它 double 了再加上去总金额，所以今晚的总金额是34000个 TR。 好了，接下来我会每人发问5条问题，哪个能够最先给到较为多啱的答案给我，就是今晚的胜出，并我走今晚所有的累积奖金。而发生同分的情况，我们会立即进入 sudden death， 直至到能够找到其中一个胜出的位置。100 MB， 34000个 TR。Let's play Weak Link。01，你上一个 Strongest Link， 你有权选择系答先定一或答后。01，六月的雨一歌系内地边一套剧集嘅主题曲？依、这个系正确答案。100 MB， 台湾人气节目《百万大歌星》由边一个人去主持？依、这个系正确答案。01，梅兰芳电影嘅主题曲由边一个人主唱？这个是正确答案。100 MB， 发展高科技农业带来什么好处？这个是正确答案。01，由 GEM 所唱的《睡公主》一歌里面，童话中的主角下一句是什么？这个是正确答案。100 MB， 今年会考榜榜在几月几日？这个是正确答案。01，春秋战国的分水岭是因为什么事件而导致的呢？正確答案是三家分晉。100 MB，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n example of land in economics? Mineral disposal or rubber plantation? 這個是正確答案。01，現任首相
是哪一位？这个是正确答案，100遍只要下来你是答案的话，就可以拿走我们今晚所有的奖金34000个 TR 100MB。 在你地理上，为什么海上的风力通常较地面的风力大？错，正确答案应该是因为海面的摩擦力较小，所以海上的风力通常较地面的风力大。好了，5条问题就问完了，但你们仍然未分出胜负，我们现在会立即进入 Sudden Death 这个环节。在这个环节里面，我会每人发问1条问题，哪一位能够答啱，而另一位答错的话，答啱个位就可以今晚的胜出，并我收我们今晚所有累积奖金34000个 TR。 01 100 MB， Let's play Sudden Death。 01 A 二次减 B 二次等于乜嘢同乜嘢？依个系正确答案。01 100 MB。古华在2000年居住于哪一个地方？依个系正确答案。01漫步人生的一个由哪一个人主唱？依个系正确答案。100 MB。而家喺劲舞团里面歌曲就最快的 BPM 是几多？依个系正确答案。01 To serve as a unit of account, money has to be durable or homogeneous。 正确答案是 durable。 100 MB。 这条问题只要你答案，就可以拿走我们今晚的所有累积奖金。 War 3 的信章里面是会有哪一位英雄？无理原就、真田恒川、查查、浅太长征。这个是正确答案。100 MB， 你是今晚的胜出者，你可以个人拿走我们今晚的所有累积奖金34000个 TR。 01，你要空手离开，想挑战自己的知识极限，快点来参加我们 Weakest Link 吧，我们等着你，下次我们 Weakest Link 再见，拜拜。